哎，兄弟，我是新兵，没家伙，给一个。好，谢谢。老兵了吧？是。我是新兵蛋子，没家伙，给个手榴弹吧。他们。你要他干嘛？看看，干什么？把花拿出来。行了，把里头那个花拉出来，线拉出来。这东西，轻点。哎，轻点。待会儿把这花一拉啊，它就爆炸了。扔出去，扔出去啊！好，哎，现在别拉呀，拉完它就炸呀！听着，拉完你得扔出去，不扔出去也行，你离我远点，炸死你个狗日的！你还是放旁边吧。冲锋了，冲啊！冲啊！是我，一刀！拿他的枪，是。
上，快看，真是一条好汉子。打仗挺疯，有点英雄主义。哎呦，杨司令，还没拿到杨司令，杨司令，田大牙同志，缴获了这么多武器，拿得了？拿得了。您不是说吗？谁缴获了谁得。我存着，打坏一只再用一只。同志们第一次参加战斗，打得非常勇敢。特别是姜大牙，大刀片子舞的神出鬼没。回驻地，把你的体会给大家谈一谈。没啥求体会，杀鬼子跟杀猪杀狗一样，心狠手快就得。是是，回家喝酒啊！大牙哥，大牙哥，出去。报告姜大牙，出去。报告姜小队长，进来。你笑完了没有？脱裤子放屁，你不觉得别扭啊？是有点别扭，但是现在咱是长官了，总得过过瘾吧。大牙哥，我看你是上瘾了。哎，哥，咱不说好了，等等看，等等看吧。这都个把月过去了，怎么着？你想死心塌地留在这儿啊？这儿伙食是差点啊，就连那面圆也吃过一回。对呀。可是这儿有仗打呀！哎，我他妈也不知道我天生能打仗哎，而且一打就上瘾。再说了，杨司令对咱这么好，好意思走了？你拉倒吧，你肯定是让那个小妮子给缠住了，你肯定是陷进他眼珠子里了，否则你会不走吗？倒霉的是我。整天跟着你过着这种吃不好、穿不好的日子，整天还得他娘的喊那个什么报告。行了行了，你要是觉得那狗屁的报告别扭，免了。嗯，让别人喊去。你也别觉得太亏，那小妮子我也只见过一回。这不打了胜仗，想显摆显摆，还没见着人呢。你说啊，奇怪啊。同样的粗布军装，别人穿着是晃里晃荡，可穿在人家身上，就那么可体，那么精神，怎么看怎么舒坦，啊！报告，进来。小队长，水给你奶奶了。端过来。没看我忙着吗？哎，大哥，我去领给养去了。去吧。